怎么办？哎呀！我太难了。好，不要给我放到水里，石头不能放里面，我要生气了。小班的小朋友来来来来，老师唱歌给你们听。小班的小朋友，石头，我们坐的吉他第一次找到。天上飞。是小班总班大班都有。哈？一整个学校。我要。怎么办？ 手牵手上来，太可爱哦！我的天哪！请问这是小班、总班、大班都有？哈，一整个学校。小班的过去，小班。小班的小朋友来来来来，老师唱歌给你们听。最小小的种子，最小小的花。好棒哦！停不了，停不了，一定要唱完。 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发给大家。不要。好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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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
了吉他，第一次遭到攻击。天上飞花，他弹不了了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看看就好了。希望月光，请你等来温馨地。你们会后悔，你们这样子忽略他。你有你的底线，我有我的底线。我需要一个人，给你一个，都给你一个，我听他们的话就好了。制作单位以假单元名义把小茉莉骗到外头来，而事先知道张立东不吃卤肉饭的他，又会被张立东捉弄到如何凄惨呢？今天要整的人就是宅男女神。小茉莉这次特地演练的哈，就是我连我不爱吃的卤肉饭都用上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非常的牺牲，而且我会对他很凶。我希望这一段可以报金钟奖，好不好？我有可能角逐那个最佳综艺主持人的，不是主持人，最佳综艺的桥段，好不好？耶！综艺大热门美食大胃王资格赛，我是张立东。Yeah. 这次的作战计划就是让张立东输掉，吃他最不喜欢的卤肉饭，让他更小当小 K， 看看小茉莉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那我们等一下。好来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计时准备。海狮王挑战赛又再度开始喽！张立东忍受着讨厌的卤肉饭，勉强入口。而这次，小茉莉终于把她的干面吃光光了。就在此时，心得有惩罚，还有惩罚，输的要什么？就是你的那一个料理的放大版。看到食完卤肉饭的张立东，脸色立马大变，忍不住怒火啦！在比赛开始前，张立东千叮咛万交代，他就是不想吃卤肉饭。但乖巧的小茉莉还是依序制作单位给的指示。是你们叫他猜啊？那你对啊，他叫节目效果啊，他叫你，他会赢。不是不是，等一下，他叫你猜输就猜输。你就不要骂他嘛，我不是骂他，我不是要骂他，我是他现在认识他跟我比较试一下，比你们还熟，因为我现在跟你们还比较不熟，可能你跟我比较熟，然后他跟我比较熟，我已经跟他讲试一下，就跟他说。我不敢吃卤肉饭，他应该也有耳闻，我不敢吃卤肉饭。然后，但是他现在
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。对嘛，不要再骂了啦。但小茉莉，你才被张立东骂个几句就开始落泪了，你这一哭反而有人让人疼惜的感觉呢。乖哦，你乖哦。其实我出来就是拆书了，他拆书就是把它吃下去。你这样子，你有事情，你马上就要重录，他一直重录，一直重录，那这东西，是啊，业要求什么，我们要做什么？那我们大家现在录什么？就卸了一下。好啊，我是坏人，好他都已经录下去了，快起来了，你懂？不是，啊，你怎么？你先缓一下情绪，你先，大家先缓一下情绪，你先至少一两口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先打电话，好，我先问我经纪人，我现在先问他。那你要问他什么？他怎么会没有告知这个事情？而且你不会不会知道为什么弄成这样？好啊，现在带着我来啊，再来。吃开心点好不好？卤肉饭，嗯。拜托不要那么痛苦，吃开心一点啊！不然就把这一碗吃光，然后开心一点吃光。那个就不行。他真的吐了。对，太夸张了。尽力了啦。阿敏，你都阿敏注意一下好不好？是啊，这样情绪太奇怪了。我吃到吐，然后流眼泪，我看他眼神也怪怪的啊。你现在都已经吃到吐了，你刚刚就不要猜眼猜对，你就听他们的话。那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呢？被张立东疯狂攻击的小茉莉，又导致张立东与工作人员互相攻击，造成这次外景单元的不顺利，心里面产生了极大的愧疚。哎，张立东，你真的是罪人啊！还要在做节目效果之前，还要想过一些东西。这就吃卤肉饭啊，惩罚吃完啊。我吃啦，重点是我就吃了啊。二四六八九，我现在就一碗一碗的一半，还大概还剩一半。不是嘛？你有你的底线，我有我的底线，我笑够了。然后你又拆书，然后我也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。我真的不懂，我也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。不要，张立刀，随便他啦。没差啊，没送。我随便再发一个都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他用不能吃，对不对？给你一个，都给你一个。发别的。不要。给你。可以跟你讲，我觉得就算了吧。我们改时间，你快一点。你先快点，因为我们要。给你。都给你。算了。最好都听他们的话哈。就算张立东把你弄哭，小茉莉落泪的真性情获得满堂彩，宛如琼瑶戏剧里面的女主角一样，让人怜惜啊！乖，不哭哦。都听他们的话就好了。算了，你不吃就算了。跟别人。说张立东啊，你这次真的惹到小茉莉众多粉丝啦，还敢那么大声的责怪，将她弄哭。但小茉莉，你也别难过，你这几张哭美照可是会让你的粉丝人数有着夸张性的倍增哦。让我们回到棚内继续看下去呗。对不起，没事，你戏剧本来就是这样。你今天的哭为什么会？你看这个，哭的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嘛。张立东有小茉莉的电话，真的吗？因为他是工作人员要的。哇，因为我就跟他道歉，因为我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内容说出来，张立东今天真的很对不起，不要生气啦。听他们说节目效果很重要，所以我才出剪刀的。对不起，好幼稚哦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不喜欢吃卤肉饭，看你吃卤肉饭的那么难过。真的很对不起。在讲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最主要张立东，张立东很厉害，怪怪的。重点是已读不回，已读不回耶。三十频道爱玩客现在有，我的钱。谁？我三十频道爱玩客有我，有鬼哦。詹姆士啊，当什么？詹姆士。没有。哎，我们回到这个小茉莉啊，那一天真的哈，所以那一天就真的现场哭的那么惨。因为我真的很怕。
得罪他。得罪他应该没事吧，因为我不想要让大家觉得我很那个，就是他，因为他先跟我讲说你要我要输，我才踹了蛋才是哦，因为你看他有很多宅男的粉丝，然后我这样子这么凶狠对他，然后就是要让他哭。当然制作单位不是有安慰你吗？不是，而且没关系啊，没有他们很过分哦。对吧？我们随便发一个都比他强啊。没有我，而且我当下，而且我最后还唠狠话啊，我要走，他在哭的时候哀求我老公。让我你赢了，给你赢了，给你赢了，我走了，他就哭了。就我好像要赢他，然后一定要进棚录影一样。你算蛮荣幸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个女孩子为你哭呢。对啊。不是，而且我一直问他们说，张立东好没有生气？张立东好没有生气？因为我很怕他生气。然后那些人他们还传讯息给我，就是昨天，昨天半夜他就说你情绪有好一点了吗？啊，到昨天还在演。我还在演。昨天还在演。哇，演很久哎。哇，这个计划，但是我觉得他值得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得到这些，他可能因为这个哭得到了戏剧的男女主角，有可能去演偶像剧了。那个看那个卑微，然后那个小女生呢，戏很自然。这一张，这一张是经典的。这一张，这一张真的是光又很漂亮，对，然后光又漂亮，他的皮肤哦，恰到出水，真的叫你演还演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再次谢谢他们两位，谢谢。